反正我上次买的那个我花9块，八块，我好久没买过。你说是猪肉卖手机牌失败，猪肉是卖18-9块啊，那是好的猪肉块，那不是和皇上深圳差不多啊，讲的深圳这里卖10块，10块也不便宜啊，还比成本便宜的啊，成本也是卖17块，哦，成本卖这么贵啊，他们家他出厂全国都上家。